大角星信息，关于继续向着太阳走。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我们是大角星人团体，我们来这为那些地球人在他们扬升进入更高的爱和光的频率中提供协助。那些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存在着的频率，许多人仍然陷入在没有觉知的意识状态，过着生活，被呈现在第三维度震动中的画面催眠了，因为在地球上有遗忘的帷幕运作着。人类正努力回忆起他们是谁，同时又处在第三维度的密度中。在这样的密度中，他们认为他们是与彼此分离的，也是与他们的神分离的。或即使有像这样的事情，亲爱的人们，请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总是被爱的，总是受到保护的。即使似乎看起来情况也许不是这样，甚至有时一个孩子一定要让他摔倒，允许他擦伤他的膝盖。你们的神圣性是你们的保护，因为你们绝不可能被与你们真正的身份及你们真正的本质分离，不管他花了多少百万年。没有任何人、任何经历或信仰可以让你们与你们是谁分离。这一认知是你们在所有事情中的保护和支持，会让你们也许会面对的所有虚无的气球泄气。请总是记住，你们遇到的那些在物理上和情感上痛苦的经历，只是人生课程，由你们自己在你们灵性指导天使和灵性导师的帮助下，在你们进入这一世特定的投生之前设定好的。随着个体进化，那些比较严厉的人生经历会开始变得缓和，因为他现在正从一个更高的意识状态出发，去显化，并且可以用更容易的方式来学习。请总是知晓，你们现在许多人正在经历的强烈的痛苦的清理是正面积极的事情，是毕业，标志着灵魂现在进化的足以认出并清理那些长久以来被埋藏的能量。现在是关于释放过去，在认识自我的旅程中学习爱和荣耀自我的所有面向。有一些人，他们读超物理学书籍，参加课程，并且花大量的时间谈论超物理学以及神秘的实相，但是之后他们又继续像往常一样继续过他们的生活。真相、真理一定要被经历，他一定要用日常生活的每个经历中来练习，不管日常生活经历有多么平凡，直到他成为你们意识状态，在那个时间里他变得自动的，并将成为你真正的身份。真相不只是一个用来讨论、比较，然后又不予理会的有趣理论，纸上谈兵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真相是无法在普通的团体中被讨论的，因为每个个人都从他们所取得的意识状态出发去生活，并且团体中将总会有哪些没有心思聆听的人们，他们只简单的想要辩论。真相永远不能被辩论或强加给其他人。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与那些人在你的认知水平上分享，但是大体上，灵性旅程是一个无声的、秘密的，并且非常神圣的一个旅程，让某人的存在生活一向并让它居于一体性之中。当人类的内在世界进化时，改变在外在世界发生。一个这样的例子可以在有关虐待动物以及其他迄今为止还认为是不重要的事情上，现在所正发生的变化中看出。你们所观察到的是全球人类的意识和个体意识所创造的，没有受害者。战争、残忍行为、不诚实、
权力斗争等，都是分离性、二元性意识的显化。我们 vs 他们，一切都是一，并且这个一没有包含不和谐的想法。鉴于这样的事情，一切二元性意识都是如此没有必要。人类准备好创造一个新世界，通过从所有老旧已经结束的事情中收回并将其释放，勇敢地拥抱一体性的更高的新概念。我们想说说爱这个疗愈力量。在一将自身显化成许多个时，爱是那个行为连接的能量。当这个实相变成你们已经达成的意识状态时，它自动地将你们与更高频率校准，取代稠密沉重的二元性分离性的错误的震动，没有什么法则支持着它们。因为完整和谐的神圣意识是每一个个体的真正本质，你变得越与实相校准，外在世界就越会开始反映它，包括物理上、情绪上以及心智上。这就是要做的工作，这就是旅程。随着心智层面上的知识一定要被实践和活出，直到它成为你们的意识状态，真相就开始了。那时它开始在外在显现成所需的事情、健康、想法、友谊、家等等。冥想是你们能给予你们自己的最好的疗愈和美丽的疗法，因为在冥想中，你们在一的更高振动和和谐频率中休息。大多数人类已经准备好停止在外在寻求，意识到一切事情的实质都存在于内在。请理解，这些话语不是从某个神秘主义诗篇中摘抄的优美句子。学者，永远不要再在外在寻求你的好，因为你需要的一切永远并且永久的已经具体表达在你所示的意识中。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但是然后仍继续从外在世界寻求你的好，那么你就在你对自我的感觉以及你真正的自我之间创造了一个灵性间隙。一旦一个个体达成了对一的实现，外在的经历将开始反映喜悦、健康、幸福以及满足，这些会被世界看作是疗愈。外在改变只有在意识状态达成之后才会开始显化，因为所有一切事物的本质是意识，不是某个其他人的意识，是你的意识。一个工作在一个较高认知层次上的疗愈者，也许会暂时的提升其他人的能量，但是除非这个个体本身把它保持在那里，否则他的问题会再回来，会被他自己的意识状态重新创造出来。你们问这意味着什么？我需要的每个东西怎么可能在内在？车、房子、工作。神圣意识是你们所拥有的，包含着每个灵性想法。这些灵性想法之后以你能理解和领会的形式在外在显化。车是无所不在的物质形式，家是意识的物质形式，我生活、移动以及我的存在总是在意识中。喜爱独居生活的人不会突然显化一个伴侣，因为那对他来说并不代表完整性。音乐、艺术、医药、科学、想法以及任何形式、任何种类的发明可以并亦将从内在无限源头流出，如果门是打开的话。神圣意识，你们的意识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自我保持的，是完整的，并显化其自身。你如何看待这些显化，是由你觉醒或未觉醒的意识状态来决定。开始宣称你与生俱来的权利，认出并显化它。你的好不再会在进到教堂那一刻，说出正确的祈祷词那一刻，或者做一件好事的那一刻
从天堂降落下来。他只会在你意识到你已经是他的时候，开始显化更高更好的形式。这就是需要学习的课程，时间就是现在。我们是大脚星团体。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